我们回家吧。走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要回家了，你刚才不是说还要回家吗？跟你说点。我们要回家了。你又不回家了，你见到吃的就不回家了是吧？啊？笑笑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回家。拿书袋儿，拿去吧。来来，哎，赶紧拿个水吧。啊，哎，哎呀呀呀，哎，大家睡觉。你谢谢爷爷了没有？谢谢爷爷。哎呀，我的乖孩子，不用谢，再给一个来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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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。你说三爷爷，我不要了。说吧，说吧，你说，三爷爷，我不要了，我回家了。说呀。三爷爷，我不要了，我回家了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要了不要了。那家吃不要了，哎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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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快走快走，哎，快走吧。叫你奶给你留，让娘奶啊。谢谢爷爷。哎呀，我不用谢啊，我还是，我乖孩子啊。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哎，不用不用。拜拜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，走吧。我吃饭吧。啊哎哎哎，好哎。你快吃饭吧！哎，好，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。哎哎哎，好。哎，走吧。呀，吃饱了吗？没了。哦，没有了。你刚才就要回家了，你为什么一听到给你吃的，你就不回家了呢？嗯，是不是因为三爷爷给你吃的，你就不回家了？是不是？嗯，害不害羞啊？害羞。好不害不害羞？不害羞。给三爷爷要东西吃，你不害羞吗？我不害羞。哎呀，你还不害羞呢？快给爷爷奶奶看看，这谁给你的呀？这是三爷爷给我的。啊，三爷爷给你的啊，你给爷爷看看去，去吧。爷爷，奶奶，这是谁买的乖乖？这是我的。我给你买的，给你买的油条，给我吃吧。你吃了，宝贝，你吃了。我们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在装粉条。装粉条啊？知道吧？给朋友们寄粉条。啊。知道了不？知道了。好，开始。你给爷爷吃了没有？吃下一个呀。这谁给你的呀？这谁给你的呀？是三爷爷给我的。哦，我们三爷给你的，我让你爸买的。开不开心？谢谢三爷了不？你谢谢三爷爷了没有啊？谢谢了。谢谢了。谢谢了。今天又开始打包给大家发货粉条了啊，凡是没有备注要咱家柿子的，咱们就里面不放柿子了啊，只有备注想吃柿子的，咱们再送柿子，好吗？哎呀，真好吃，给奶奶吃的。哎呀，真好，真棒，谢谢谢谢。哦，那该客气的就得客气，来吧来。